展示专业街头舞蹈，让现场学生大饱眼福。今年巴黎奥运正式将霹雳舞纳入比赛项目，再度在国内开启街舞话题。为了让学生有多元的学习机会，特别邀请曾代表国家出赛的霹雳舞国手前来指导学生认识这项舞风，也激起学生对街舞的兴趣。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都有些都可以展示给大家一起看。希望下次的霹雳舞我们可以更进步，更有自信。主要是教一些breaking 比较常出现的基本元素，然后让没有学过 breaking 或是没有学过跳舞的小孩可以比较快上手，然后尽量让他们比较先对这舞风产生兴趣。会有这项特别的课程，是因为有知名企业公司来到信义乡双龙国小展开名为幸福的功课培力计划。除了霹雳舞课程，还包含了金融教育、电竞、魔术方块以及绘画写生。透过学习课堂之外的活动，丰富学生视野。非常的感谢那个星光人寿公司长期对我们平阳学校的一个关心跟支持。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小朋友可以有多元的发展，然后去探究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培力计划课程在新的学期为学生带来全新体验，期盼能够提升学生对于学习不同事物的热忱，也看见自己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原视新闻混点南投信义谈不到。